YB 在国会立法要辩论，律师上法庭讲法律也一定要辩论吗？法律和辩论有什么关系？在辩论场上，我们讲出自己的观点，指出对方的漏洞，让双方最后能够存异求同。而法律是大家针对问题与矛盾辩论后形成具有约束力的社会共识。社会复杂多变，唯一不变的共识就是不能够伤害别人的身体、财产和权利。要实现这一点，就要靠法律。在484，我们单纯辩论，这次告诉你喽，我们透过实际例子，让大家学会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。我是你的律师朋友叶宾友，我是不说废话的律师郑秋华。5月8日起，每逢星期日晚9:30 ，ASTRO 双星频道告诉你喽。